我嘞。科长就跟那个工人办理结案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啊，我从那个角度来，从里面那个角度来拍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啦哩哩，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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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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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吴台长。台长呢，现在位置呢就在猫空捷运的这个缆车站。那今天的一个活动呢，就是我们陈阳春陈老师的这个叫做阳画院啊。今天呢，刚好是指南宫文化研究中心的艺文特展，那台长特别来这边做一个采访。那待会呢，我们的开幕跟剪彩仪式就要开始了。那紧接有什么更好的那个内容呢？台长再慢慢的跟大家来介绍。好，各位来宾就坐，我们典礼马上开始，谢谢。指南文化研究中心阳春画院剪彩开幕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奏乐。恭
各店、总统各店、华总、二荣店、103-100-230号，台北市指南宫管理委员会高主任委员钟信，五中华阳奖曾创办人杨真，暨全体与会人士恭见。新区地址本103年10月18日举行。